提出你保守还在路上的同学，也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真的是让他们在今天这个课之后，真的是还能够继续的，就像之前我们鼓励大家的，能够用他们的余生继续不断的练习。就因为我们真的学习这个键盘，我们也知道这些技巧，若是不能够及时的掌握，就很多东西以后可能就会忘记了。祝你保守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每一位学习这个是喜乐是快乐的，而且在他们学习过程里面能够学以致用。我们也希望也鼓励同学们在学习之后他们能够回到教会去，在教会里面的团契也好，各个不同的小组也好，能够做服事。祝就求你自己亲自来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我们再一次将今天以下的时间交给你，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鼓励大家哈，真的，你今天这堂课这是最后一堂课，第九期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之后就不要把这些忘记了，因为你如果不练习，很快就会忘了，很快就会忘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住，常常在家里面练琴，每天都要练，每天都要练，好不好？因为如果你不练，真的就会真的又白搞一场，那很可惜啊。那钱也交了，学也学了，时间也花了，对不对？钱也买了，就是嘛。我们还有会员，好像这一期的人都没有报名会员呢，奇怪。我们那个第八期的人是一看到会员就全都报上去的，所以我就搞不懂是第九期每一期的同学们都不一样。时间还有还早。时间啊。不是，最主要是我还要回国，然后不 sure 就是在那里要练得很 enough， 可以上。我们总是觉得前面几期的太厉害了，我们就不敢了。那个，不，他谦虚，他是谦虚。不会吧？你们期中考都考得挺好的。你要把他的成绩拎上去。没有没有没有，你弹的比较好。No， 我弹的比较好，我错了。我们直接纸上谈兵，设计对，我们没时间练琴，练的没有那么多。没有你们练得多，这东西就是练得多就。对对对，就得多练，然后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这个不要落下了。这个慧眼就是为什么有慧眼，就是因为希望每过一期完毕之后，把旧的同学们都招聚回来。你如果一次没有参加，两次没有参加，以后你就没有动力参加。所以你一定要帮助你自己，最好。即便你不谈，你也要来，你最好来可以来，就是谈上台谈。哎呦，不敢，现在还不敢碰。要鼓励自己，尽量还是要来谈的。谈注释的敢不敢报名呢？我要能谈注释，我就报名了。我注释现在都谈不了，所以不报名。真的要鼓励你自己呀！第十期现在都已经。二十个人在上面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人。我们只看到十个人，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啊。第八期就一个人嘛，还有第十期啊。第十期的报名。第十期的这个下一期的新同学报名。下一期的同学。第十期我们合唱的就来三个了。我合唱的三还四个了，是吧？下一期四个。所以很多不是教会里的，外面是教会报。对。可以啊。对对对。他们你们合唱团的爱唱歌的人，可能学这个琴更有动力，对吧？但是，不是，你们说把这个琴班也可以办成福音班了。对，也是啊，对，是啊，13到14个人呢，真正21个人在群里面，第十期，确定的已经大概看上去有13、14个人。但是最好是老师有教我们全部的琴曲。有两个是师母来的，还有那个华美的牧师师母，对，华美牧师师母，还有卓恩堂中区的师母，对呀，对对对，然后，对，所以好像还有脚声的，脚声施工里面的人也是，第十期，对，所以鼓励大家，因为真的你这么多人学，到最后有多少人能坚持，像我昨天我们团契的时候，我还在跟一个第六期的师姐聊天，她还是说，对呀，在家里要一直弹啊。对，哪一位啊？第六期。林青。啊？林青。林青现在参加了吗？对，林青是在 Flora 之前学的。林青在英文叫啥？
英文年轻的英文，他有英文名字，忘了 Cindy。哎，我有一点印象 ，Cindy， 对，呀，所以他有，对，所以大家鼓励大家吧。Cindy 好像后来后面几堂课就没来了，好像有来吗？都有来。我好像有两三个 Cindy， 我现在都已经不认识，我已经看不出这个名字，因为上海人。嗯，求主保守我们，真的不管怎么样，真的。他现在弹吉他了，对，他现在戏剧里面在。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弹吉他，一个事情在是那个临时的。哦，他是有在吉他，有一点，他好像有一点基础，他有一点基础的，所以他赶在礼拜五的那个。礼拜五时间蛮多的嘛，他还在礼拜五的地方弹不是琴哈，哦，先生好了，他弹琴，哦，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的团契里面吗？嗯，对，我还没有，还没有，我对，以后了，所以除了 Cindy， 还有 Flora， 还有 Tony， 他们都有 ，Joseph， 对，但是在你们，他们都有，有出来服侍吗？不是全体，小组的，像 Flora， 我们小组聚会的几个人的祷告会 ，Flora， 那就很好嘞，那就非常好了，还有小组的活动，那个 Tony 他能练一练，他说没练他就懂，然后先跟他讲，他练过了。嗯哼嗯哼。简单的没有云上太阳哎。哎，对呀对呀。所以上次 Tony 唱云上太阳，不就是 Flora 就把他拉起来，他就这种简单的他就。嗯嗯嗯。他云上太阳，大家都激动死了，然后一起唱。是啊是啊，所以真的要鼓励大家，就是这样从小组开始的。即便我当初在教会服事，我也是从这样开始的，对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事情的过程，真的，哦，所以像我们教会现在周五晚上，我们来一个学生，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还没有受洗，哦，但是呢，我们为了鼓励她，因为她本身在国内就是十级的，弹到十级的钢琴，所以我们就鼓励她。我们没有办法让她在主日弹，因为她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们可以让她在小组里面，对，对。所以其实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一起聚会的方式，然后时间到了，时候到了，说不定他就愿意受洗，然后就成为我们的一员了。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哈，今天我们开始要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你学过东西要 go over 的，然后我们就要 continue 剩下的一些什么讲踏板啊、延音啊、格桑斗啊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好比说两首歌要连在一起弹，第二首歌的那个五级属七，一般是弹两个小节还是四个小节？我觉得有点太多，一个小节，对，就马上回到那个。对，通常要转的话，七的，就是从妈妈，属七的，从属七到目标。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就够了，一个小节两次是吧？差多了，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如果是四，你是说你弹几次是吧？如果是四拍的，就是两次到手，嗯，哎对，两个手，我这边吧，你这边，那右手你可能要，右手中手，那会来吧？右手才是大三个学，左手的话，那要是觉得一个小节有点急的话，弹两个小节再到第二个。两个小节的主题呀，啊，就有点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有点怪？要操练一下。你看，像比如说，我这边正好有个谱在这儿，是昨天晚上的谁的谱忘记？比如说，我看它这个是低调，要不然用这个好了来讲。哎呦，这个都太复杂了，用一个你们知道的好了。C 到 G 或者是 C 到 G， 对。哎，对，昨天那个人你问的问题也 C 到 G， 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说像，好比说像。好，从亘古到永远啊。
94页教材哈，94页，就是它的倒数第三行。为你是真神。太长就不好听了，嗯，所以你看像刚才就是，你要转到什么调？我西调转低调，西调转低调，用 A 七，就一个 A 七嘛，它中间 A 七就抖收中和吗？西调转 A 七，一个 A 调这个，所以是 A 七就弹一个小节的 A 七，然后就直接弹下面那个。对对，你看它这个。已经开始进了第二个歌了嘛，所以有的歌因为是第四调进开始嘛，所以这个把从 C 调到 D 调，这个把它的 C 二三四，然后 A 7 二三四就二三就转到这个 D 来了，二三对对，六拍。我有问题，就是说你事先应该跟大家说好了，你要唱哪两个，大家有准备赶紧翻到那里，能来得及跳到那下一个歌吗？对对，你要说会中说哦，我们这个是这一首弹调，然后要跳。对你下一首是哪一个？你事先得跟大家交代。对，但是然后先说那个同一首歌，同一首歌，同一首歌。哦，就是一首歌。就是说同歌，没有，我们不是看歌谱的，我们一般讲说可能看 PowerPoint。对 PowerPoint 不是上面不就打出来了吗？要唱下一首歌转调。嗯，我以为你说跳到下一首歌。从 C 改成。同一首歌，西调变成低调，同一首歌。我是说，如果说转到第二首歌，也是一样，只弹一个小节。对 ，OK。比如说这个从《亘古到永远》转到《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是低调，是一样的方式，好不好？对。不是的话，那也听错。不是下一个第一个排节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下一个是从第三下开始，那你就把这个弹。因为下面那首歌它正好都是三里长拍的，那你要是碰到你下一首歌是什么调？就是目标调是什么？所以它前面要五级数七。他也弹满，那个你也可以弹四拍啊，已经弹满。弹满了，那就再弹一个。对呀，你要是唱那个赞美之泉，你就是他从第一拍起的，你就弹满。他弹满只是后面他唱还没弹完他就唱，他还是弹满的，你弹三拍就停了。就是下面那首歌正好是从第四拍起的，班长会那个是什么？反正你都弹满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唱的人就是先进来，就不用等到你弹完了才进来。所以时间要跟大家说好，我下一首是哪一个歌？不用了，我们上台表演是要讲。翻什么过去？不用了。那他翻他是看歌书的吗？对，你是 PowerPoint 可能准备好了，你下一个就跳到下一首。他就是一个人唱两。他就是打比方，我们考试的时候，你是这个意思是吧？唱两首歌，那是还是你是说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要放歌。我知道，因为你们的那个小孩聚会，你们用的是那本。打 PowerPoint。他们都是翻那个书的。都有 PowerPoint 吗？所以跟 PowerPoint 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翻本的。我们是那个上面就是 PowerPoint 直接屏幕就这样。那我如果你是翻本的，你事先要事先你比如说你是翻本的，你是要带敬拜的，你有没有事先告诉这个什么你的团队或者是你自己都事先跟你的司琴沟通好，我今天要这本里面拿先唱这首，然后再唱哪一首几号，你有没有这样沟通好的？你要沟通好的啊，考试用的。你们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随时点一首歌，任何人可以点歌。那你的诗琴手挑战很大，什么歌都要会弹。诗琴手是随着大家，有一个弟兄，比如说唱完一遍，他说：“弟兄第一节
姊妹第二节，然后大家唱最后一遍，大家重新唱一遍。对。对。那个是新手不一定给大家，只是他跟超了我们一首，唱的人那个。但是你这个本里面很多歌啊，现在唱完这首歌，接下来下一首歌的下一首歌跟这首歌不同的调怎么办？是琴手马上会弹的，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点什么唱歌的人点什么，他就跟着伴就完了。所以你们每次聚会都是这样形式，对呀，是自由，反正他们也不讲啥调，对他们啥调就唱啥，不是他们根本他们也不用管这个，他们他这个就像我们跟着他那个原来前奏我们跟着唱，我们现在翻到唱跟着歌本然后唱来。对，下面我们他们聚会形式跟我们其他的不太一样，对对对，他们那是传统的方式，传统方式，对对，传统方式。我们也没有那些什么电影光显示。对，你们传统方式呢，那就是表示你的司琴手在那个本儿里面的所有歌他都会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他来来去去几十年的都是那本，所以他都会了，对。我们也有。古典也不是说古典诗歌弹法，因为我以前也是那个人，以前我也是国语礼拜弹的那个人，这个没有什么的，但是 matter， 我以前也是那个人，我也走过那个路，就是说人家老人家他们要拿着那本圣诗，然后今天我要第几首，然后唱完了他就点下一首，反正他就是点那本里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个司琴手就要对那个本里面的东西很熟，那你就不会被难倒，就这个意思嘛。对，对，但是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是你们的聚会方式，但是有很多其他的教会不是这种聚会方式，对。但是其实说白了，两种都会不是更好吗？对对对，当然更好，那个是更上一层楼了。就是说时间你要安排好，你要选好你的歌。你选好你的歌，然后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衔接嘛。其实弹你们小牌的那种方式，你也要懂得衔接，不懂得衔接也是很难不好听的。对对对。那个弹吉他的人经常转调。是。是。所以这个对不管是哪一种聚会形式都有用，都一样有用。对。好，这样有没有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昨天晚上有问的那个，我私信给白师叔。嗯。那个 C 调的那首歌反而欢快，我可不可以先唱那个 G 调的，然后再开始再返回来唱 C 调？可以的，可以啊，这不是绝对。没有说一定要从 D 到高，就是先唱 G 调。就德文莱特就先唱的那首歌是调号是高的，后面你接的那首歌低的，那完全还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也是用 D 调的属性。我是这边让你有点误解。如果说改一个基调转过来 C 调可以的，C 跟基调不是说一定高跟低的关系，对呀、啊，这个没有关系的。我常常感觉你要是变调的话，应该是 C 到 G 上面的。不一样，不是。但是我两首歌的话，同一首歌是升调，没有错。同一首歌是通常升的，一首歌也是 C 到 D， 但是是不同的歌，换歌。这样我可以根据情绪来调整。对对对。先唱那个比较。欢快舒缓的，然后再唱个欢快的。对对，那是可以的，所以这都全部都适用。Okay， 嗯，全部都适用。哎，好，记到 C 要不要加？记到 C 的中间是什么？就是 C 的 G7 啊？不是 C 五 G 五 C 的 G7 就 G7， 为什么不用加了吗？就是这个基调，所以基调到转到 C 调。这个地方只是一个 G7 对，就是也是弹的 G7 嘛，对，一下就是更容易，对，所以这都适用。换歌的话，那我们刚刚讲的升调是因为同一首歌升调，同一首歌升调就不太一样。你同一首歌是 C 调，你不可能说升调，然后你要升到一个比它还低的调，那不太可能的，那就不叫升调，那叫降调，对吧？或者表演之后唱一个大家没见过的歌，然后那个文版歌词要怎么，你弄 PowerPoint 打出来是吗？对。嗯，对对对。那如果大家都不会唱，反正唱一遍至少以后第二遍都会。因为我看歌词，我唱的那歌词只能一个。你先发给我们不是吗？对对对，我如果背下来的话。
对呀、啊，你那个谱子先发给我们，这样子我最起码我会唱，最起码我要会唱，对吧？对对对。要不然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唱，只能唱一行。下面那行，除非我记得不刮烂，就放上去。哪一首歌？我觉得我们这里大部分都还是会唱的，对吧？对。一般也会提前操练。对。因为我也经常觉得我就弹简单一点的嘛，两首我的是渐断一点，然后转到低调轻轻听。所以你可以把我放在轻轻听会演。哦，轻轻听啊，那你那个那首不要了。慧眼只要弹一首吗？对，对，慧眼不是一首就够。但是你可以弹，就是我的神我敬拜你，然后转到轻音听，那也算一首。对啊。就把考试的直接搬到慧眼去，就中间不能停，你得。对，你就不能停。顺着转调转过去，就可以了。你要不要这样做？那你可以从头弹到尾，对吧？这个见老师相当于就考你这个中间转调啊，对对对，然后间奏啊、前奏啊，对对对，对，这个期末考就是考这些。会不会祷告的时候，因为祷告是自由，那自由敬拜，对对对。会不会今天跑了不知道跑哪去？能不能老弹一个心？对呀，但是就是。期末考就是考这些，就是看你对这些掌握了多少嘛。对，就是你越能够在你的考试的里面，怎么样 include 就包含越多这些东西，那就表示你掌握的越多嘛，就这意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要进讲一下踏板了哈。踏板是先讲踏板对不对？先到那个。秘密武器哦，对对，有个秘密武器，对对对。哇，秘密武器呀！这个限量不一啊，限量不一这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个人一个。OK， 这什么？我刚才告诉你，它你是电子琴的话，这个两边的都差很像，一个是钢琴专用，一个是电子琴专用。那你电子琴放过去怎么呢？你放在。比方说你是，低调，那就把一这个哆这个地方放在低的地方，然后哆瑞咪发嗦，你看，啊，放在哪里啊？不是放这里，比方说这低嘛，你把一这地方放哆，这就哆了，哆，对，哆哆在这里。比方说你要什么曲，如果是低调，你把哆，这个是哆瑞咪发嗦了，对着来弹了，随便弹，可以放，就是把那个简谱的那个，简谱弹简谱咪，简谱琴，你可以放简谱，好，都可以，对，你简谱的时候，比如说你什么调都可以了，比如说这个你 B B B flat 调就这个，要把它 shift 过去。啊，黄不管了，黄就只是它这个中间告诉你这发就是升发跟降嗦。升是 A， 没，这个放进去。这就是你什么调？如果是你简谱，就简谱的。当你简谱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你就可以不用想。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你脑子里记住了的话，对，就是有的时候万一会糊涂一下的时候，看一下。这个算在里面，这个奖励太没有，是这人吗？这琴那个歪一点的，你还是歪的一点点吗？哎，这样没搞，这一定要。所以这个礼物一定要在最后才给你，不能现在给你。不管了，经常放在那低调也放在那。太早给大家就依赖到了，很多很难弹的调子，一拍板就没有调。这是简谱，简谱
但是他们说这个没有告诉你哪里有黑键，对啊，哪里黑键啊？没有黑键啊，你说这是简谱弹法，对着的呀，对黑键啊。这个是一个叫做黄继明的老师发明的，有专利的。OK， 我特别向他买的，不能自己，他本来自己去复印不行。大家听过那个机构叫阻碍协会吗？没有。黄继林老师他们就是阻碍协会机构。他就拿这些东西去中国的农村教人家弹琴。对。练琴，弹简谱，拿这些东西一天两天，一天很快就会弹。因为简谱，因为简谱，你看你不需要去什么调，你不去记，你就把这个一摆一摆，然后就瞪开眼睛就一个哆来咪发，很聪明的。嗯。钢琴的话就摆过来，钢琴就另外边键大一点。但是这个东西有同学说，那你们不早给我，我不能早给你啊，我的课我不能早给你。对，先要自助式。成熟不需要，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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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你发第九，哎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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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啊，但他没咪发，对，但他没有说是黑键，可是你就是，他是对的，他的位置是对的呀，但是位置是黑键的，你该弹黑键的时候，他那个位置就是带着黑键的，对呀。所以师姐们，你们今天毕业以后，你们就是师姐了哈，千万不要把你这个词一开始就给你的学妹，千万不要给他们，要藏起来的，对，嗯，不能给他们看到的，因为他们每一期的同学都是到最后一堂课我们才给他的。没有，每一期就是第二期给你，上一期的话都给一个手写版。他自己做的，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跟黄继林老师讲好，对，没来得及。但现后来现在我们就跟他说好了，说现在就是每一期我们都会要一些这个，要他同意的嘛，对，这是他的版权，所以不能给人去 copy， 对，不能 copy， 对，所以版权有限。你的 video 里面有踏板吗？对，钢琴踏板就是这个。哦 ，OK， 接下来我们要讲踏板，但是因为钢琴的踏板跟键盘的踏板不一样，键盘的踏板就只有一个，是不是？你们每一台键盘都有踏板？没有，没有，没有，对呀，没有，踏板是要买的。没有，嗯，好像是很便宜啊，多少钱一个？高档另外配一个，几十块，十块钱一个。哎，它声音会不一样。我通常是一换，每换一个和弦，块钱左右，一个小小一个，然后。哦呀呀，它就有插口。插口，插口来还想用插口是干嘛？对，并且是踏板的用处，就买一个踏板来。对，十块钱一个，是在亚马逊，亚马逊就可以收的。小块方形，它可能就几六块钱。对，像这个都是大的，它有那个方的，方的很小一个，那个也有一样的，就是十块钱而已，所以都可以去上面去。那你说它的功用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踏的话，就是声音好像没有延音，比较好像干一点，对不对？但是。用按一个音，按一个声音的话，我按住它也听见，一直延音，我是按住它的。没有延音。没有，我是有延音，按住有延音，听到吗？然后如果我不按住，就没了。对对对。没了，但是如果踏板的话，踏住它。哦，这样一个尾音。这个是帮助你延音，你不需要按住它，还一直延音。不按也可以。对。可是有需要的时候。不是需要就需要，所以如果否则你要按它，那怎么弹那个需要用呢？就在每一次换和弦的时候，
就放一放，每次放踩着它，比如说，有什么细细啊，起来 ，F 先叫 F， 再来变成。都可以用。